洪明，虽然你走啊，哈，你不要担心我，不要有挂念我，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对，真的，我就是有这种感觉，他就在我身边，对他跟我一起走在这个菩萨道上。妈妈其实为家庭辛苦了大半辈子，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他忙得很快乐。